各位观众，是好，是这样，我们这个论坛呢，今天是第三天，那么这是一位台下的观众，就是啊，你们河南省南阳市的观众啊，那么他在台下呢，已经听了两天多，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情况。今年呢，这个张老先生啊，67岁了，是南阳市，啊，哪个县呢？请问？淇川县。啊，淇川县九重镇唐王桥村的，他呢，在30多年前呢，因为工作方面的问题呢，受到了一些啊，这个磨难，后来呢，被单位开除，还坐了2年牢。从1972年，他上访告状，到今天为止啊，一共上访告状38年，啊，这个老人家可以说他这一辈子呀，都是在这个怨恨，是吧？报复、上访告状这个时间当中度过的。他每一年都去北京，都到啊。河南省的很多地区啊去告状啊，去北京每一年呢他要去20多次左右啊。那么最近的一次呢是在今年的9月份啊，就是这个月他刚去北京。那么他在9月7号在郑州火车站呢，因为我们9月初啊在郑州刚刚举办了传统文化论坛，这个老人家张老先生正好在郑州火车站，那么遇到了一个姓梁的这么一个观众。那么这个观众呢在火车站呢以为这个老人家是要饭的讨饭的就帮助他，后来就给他讲说你可以去听论坛啊，你可以来做观众，那么留下了电话和地址。这个张老先生啊，后来他回到家里就跟这个姓梁的这个观众啊联系。那么这一次呢，南阳市召开论坛，这个张老先生啊就特别赶到这里来听一听啊，这个论坛都讲什么，什么是传统文化。这老先生听了2天半了，这个老人家现在有一个决定，告状38年了没有结果，他今天告诉我们他想明白了，他错了，他再也不告状了，是吧？去年呢，这个老人家身体中风，偏瘫，家里边也没人照顾，非常悲惨。那么现在呢，这个乡里边呢，镇里边呢，很多工作人员、一些领导干部也在照顾他，是吧？那么我们下边呢，做一个简要的采访，请问老人家呢，您听了这几天论坛呢，啊，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告状的想法？我通过这2天学习，我自己考虑，我应当是有正确的观点，每个人都得到有正确的观点才能够处理好问题。可是当时我有个想法，告状是只是一个片面的想法，只是口头。对方的想法就是你错了，想好这了，我不再告状了，应该就树立自己的观点，就这个大家人家论坛从公众一起重新团协力的来学习论坛，来达到人心团人心和解、家庭和解、社会和解这一个目的。我们看到啊，这个人要是长期怨恨，他那个细胞扭曲，他会有反作用力呀。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家中风偏瘫，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这我们是刚见面的，不认识，一看就知道怨恨啊，扭曲啊，所以说人当遇到不顺利的情况，遇到一些委屈的时候，老祖宗告诉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呀。今天的人是相反啊，都别人不对了，学了传统文化才知道，哎呀，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我们都从自己身上啊找一找问题。哎呀，怎么会受38年的罪呢？是吧？我们再来问一下老人家，您看刚才那个张总啊，他杀人追杀别人呢，12年要杀人呢，他现在都不杀了，是吧？您呢听了之后啊，也打算这个状也不告了，是吧？我打算听了这回以后，听了他云谈，我知道思想，我自己觉得我不得告状，得个连我自己认识的朋友上访人员，我可以给他谈的不叫告状。这个传统文化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人和人不能对立，对立怎么会有和谐呢？啊，应该怎么样呢？大家都想自己的不是啊。如果这个老人家也想自己哪儿错了，啊，单位里的领导也想自己哪里错了，他们一定早就和解了。如果在38年前，1972年，我相信那个时候有这个论坛呢，这个老人家的一生这38年不会这么度过呀。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人是幸福的，这个老人家给我们现场做了一个证明啊。哎，你怨恨你看看，哎，拄着拐杖啊，中风和偏瘫呢，啊，真的那个反作用力，那个报应啊，自然规律和惩罚呀，内心不扭曲了，不怨恨了，我们相信呢，啊，那个很多问题呀，自然就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再来问一下，听说呀，现在这个乡政府啊，这个有这个所长在外边等着您，准备啊把您老接回去啊，把您老这个很多的问题啊都能解决好啊，这回您就放心了是吧？就他们现在我接回去，我现在不让上我去了，因为我自己找着自己的出路，不想找这个麻烦啊，不给人家添麻烦、就是这个意思。他自己出路他自己来说解决，我个人出路我个人来解决。我问一下您呢，您怨恨了38年了，这个听了2天的论坛，真的不怨恨了吗？不怨恨了，真是不怨恨了，真不怨恨了啊！我们大家听到啊，你看，所以很多人说呀，哎，社会和谐是一个口号，不能实现的，不是这样的，人性本善呐、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好人是教出来的啊，真的。你如果要是用对立的方法啊，用报复的方法，那个人心越来越扭曲啊。哎，如果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干部也都是来哎反省自己哪里错了，哎，我们的这些老百姓也反省自己哪里错了，天下太平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非常感恩这位老人家，也祝福他啊早日康复。谢谢李老，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慢一点啊！啊，谢谢大家，好好慢一点，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老人家慢一点啊，慢一点，好，好。